大哥，每本都来。你们当时礼拜四就会寄出，哦，他同一个礼拜四寄出，哦，他同一个礼拜四寄出，礼拜一、礼拜二整。 我现在包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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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下来
个一箱装好大概都是2000元左右啦，那个一箱装满大概都大概都是在2000元左右。那个板娘一定会帮你塞到很满，就是箱子不会浪费，箱子不会浪费。你上次在丰原买了十一包的乌鱼鳔，我靠，乌鱼鳔乌鱼鳔多久了？乌鱼鳔多久了？靠，乌鱼鳔有三个月了吧？乌鱼鳔应该有三个月了吧？来，我一下。卖牛便宜，你不会
我你们把个小孩，你不会去把我，把我都要废掉啊！我那边不要，不要那个搞啊！他们现在不了，他们现在不玩啊，他们不会玩，现在不玩，都是来过来去看，多想穿呀！其他们多少穿想穿，多呀！你当以为少个些，他们过来不？其他们都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就看，他们现在少，他们快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大哥啊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好，我好啊，我好啊，我好了。对了，可以啊。这人上面有了，上面有了，关键是关键，谁来？有啊有，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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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来，我来，我过来，我来。你咋了？哎呀你可以帮他保密，他们应该不满版的，不会把地址的塞到门，不会啦。但是他会尽量跟你说，他会跟你说，这样有点浪费，你要不要再买点东西？不是不是，你跟我说，不是你跟我说。你大哥下礼拜天就知道了，我不想开哦。我不想开哦，大哥。多少？几多钱啊？几多钱啊？还在摇不？几多钱啊？钱还是交好呀？你要是做了进来，你写了回来，大概钱还差吧？一个差吧，几差吧？贵的差吧？十多还差吧？一寸差差呢？一寸差差呢？现在十二差吧？一寸差五年了，差吧？你差不？十二差吧？我 ，OK， 可以，十二个吧。
吹起来，吹起来吹起来，透明的啊，吃来吹牛啊，吃来吹牛啊，没吃的啦，吃来吹牛啊，哦，就这样的。他说，他说是鳕鱼，这是鳕鱼。他说的是飞走嘛，说的是飞走。老板，你往看，鳕鱼啊，小只的，都小只做鳕鱼，你鳕鱼我，你看，三百块六，你我都两看，三百六，三百现在，你钓了就一点点，最多钓只短鱼的，钓只短鱼的话，那到看老老好贵了，三百现在三百块，你，等，等起来。会叫你三百来，都叫你三百来，一叫你三百来，又来。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不要嘞，都是大鱼啊，都是多点，三百两百块钱。我一千斤就好了，三百两百块钱。那个鳕鱼是这一种啊？那个像鲶鱼啊，是像。我以为是那种之前说的整片大片的，大只的。那水晶鲶一个多只，大只来，看，回过来，大只鲶三百，三百块钱，一日三块两块钱。你都吹了，这鸟有鸟，三百块。你把这个全部卖掉，可以哦。你把这个小，把你抬回家。嗯。老板，你长怎样？讲话，专家，四五块钱。很难啊。火风，火风，三百块钱来不？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。来过啦。背后啊。背后火风。就像，就像，长得像波比鱼。他只是。哎呀，这好会记啊！波比鱼放大四倍。好太多了，好能吸啊！我高兴了。这哦，这老外这这这条这条这条老外哦，来这条十十出头，接下来，这买单下来，这光买下来，十八六，十八六，哇，顶起来下来，两百六了，是啦，过来了，两千块了，八六了，不会你那黑黑那黑那个，钱黑，水有今年来啊，你这来应该比水要旺哎，这应该比水要旺哎，这哦，头这个价钱来比我头都大点啊，接头。这头两买两斤的虾啊，我讲，这两斤的虾啊，后壁差不多出来尔。斤半啦，无嘛斤半，无斤半，无嘛斤斤五。偏外行的。这白虾哦，差不多是这，白虾差不多出来尔，这样。哎呀，这卖三百，这卖，这卖三百了。这边白哦，哎呀白哦，这三百。五十八了，八六八。今天我讲，这三百白出这两个白，白个卖两百，看下你。会去找肖先生找，然后一块六块钱吧。对啊，就那个小的，我以为是大的。喜欢我？我以为是那个大猪血。喜欢我？这啥吧？你们有点把啥吧？有小小小金猪啊？啥吧？你不啥吧？不能放，看我蛮贵啥吧？扣掉钱啊，不给。哎呀，钱真少，对啊。大家买买三百来上，买买一百，真系三百，真系三百块。下年真系，之后你辛苦下定定无吃啦，真系。三百块真系三百六，三百真系。三百有，大哥的，听大哥的，两个导演呗。你走啊，你莫走哦，你莫走，真好听，停下来。蛤蟆来，蛤蟆来，有只蛤蟆来，定蛤蟆鸡，蛤蟆出来，定蛤蟆大料呀，定个大料鸡，我。八八八，蛤蟆真系来，真好真系。大只大只，大只好只，其他会包我只，其他会包包三包我只，所以只三百六几多，两百六，一百六啦，包啦，包只阿妈包只，阿妈只包六，一百块只包六块，包你只只包三包我只，包只包六，包来，阿妈包个只只包六块，包只包，只包只包。包啊，蛤蟆真系包！这个大鲜你看无，这个大鲜你看无，大鲜都包真系包，包真系。只蛤，只蛤蟆真个口子够高啊，公分啊！只蛤蟆真个足够啊，公分几多啊？一百块啊！哎，几块来？来不到。五十个一条嘞。我都见了，五块卖哦，五块。多少？叫你听，我你过来落来哦，你过来落来，好三十几年哦，啊。我要努力，都会你嘛搞错，我也会。这个家接着努力呀。哎呦，接努力吧。你不会一样搞什么努力？不一样，你搞努力，你怎么样？哎，你弄一下水兵嘛，努力但超弄兵。加努力，加水，我过去玻璃哦，啊，我过成泥哦。
是挂福寿螺的，挂福寿螺的，够硬够嫩。三只五百，我只系几两斤呢？十八，十八斤，好啊。小嘢几过二啊？我可能二等人，三只五百可能小嘢，几乎几两斤位，几超啦。昨天的餐，昨天的午餐好不好吃？应该还不错吧？那个鱼肉照看。你想要买红黄梅？你想要来煮下来？我今天去中华。哦，你中华要钱啊？哦。啊，你是干回事啊？出得来？我上来啊！我做咩回事？就乖乖乖乖。来。对。五年多钱啊？五年多几个多钱啊？三百五八，第二班。那个怎么卖？真值五百，三百五八。这只会进步哎，只会用自己相机。你也无开。我咪豆腐佬，你带来来开，实心我无实心啊。这只会两百。只会两百。这只会只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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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位五百，三位两百，三位两百。我啦，三位五百。三位五百，都听来都。你买还自动？买自动，强行买。买吧，不买走。走，买用都买用都走啊，强行了。要好歹走好买用来。走，我都系闹哄你走走就。OK， 嘿，安娜贝，诶。三只五百。别死起来啦！三只五百，三只。过了你好，有个第二个真是笑啊！有，阿伯的，真是笑的，三百条三百块，你对吧？开水箱那个要，你木盖都是你木车，你木车都盖都是你，他毛在车啊？三百条三百块。你看吧，我跟你讲，我选的餐就是好的，我会选吧。你没吃过对不对？九块多钱，九块多块钱。你春水堂好吃多了啊！春水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先问那些。三百五百，贵两百三千五百。还到没啊？有啊，有到有啊。到期啊，到啊，无期啊，无期啊，十地啊，包十地无期哦。一地当啊，半下等就半下等就外口吃百五啊，十地整个卖吃卖钱，我一千个几百哩。我昨天，我昨天是帮，我是帮小平去，他要直播，我去帮他处理问题，也拜托，我花很多时间呢，然后帮他排除困难，让他安心，让他确定可以安心直播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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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你比较就包括可以加就说八加罗巴一加罗巴八加罗巴。